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翰林徐亮宇。那今天晚上非常抱歉，我不能出席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个马来西亚通心园的成立。那在这里呢，要非常的感谢神，可以通过这个中心园，让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属于艺人属于基督徒的艺人可以聚集在一起。那我们也是要希望，就是由神的带领之下，可以让我们这个同心圆的家庭可以越来越大。那希望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为神做的一些圣工啊，或是义工。那我们也在这里要把一切的荣耀交给神，谢谢。恭喜沙帕一人之家众心圆呢正式成立了。那今天 Gabe 金城呢没有办法出席这个记者会，实在是很遗憾，很对不起啊。可是我的心呢将永远和 Starbucks 同在，也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一人之家，我们可以凝聚更多的力量，一起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了。祝福他。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力明啊，咁开心啦，喺度可以同大家见面啦。Hello， 要恭喜嘅 Starbucks， 因为系。终于建立啦，咁亦都系一个地方咧，可以俾我哋所有艺人啦去分享自己嘅心得啊，分享自己一些故事啊，跟住又唔需要再顾仪态啊，咁我又唔需要再顾人点样睇我哋啊，系好出力咁豁出去俾大家知道我哋啲心事啊，咁样样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屋企啦，我觉得系屋企啦，咁样。亦都希望咧 ，Starpark 系越做越好嘅，咁可以吸引更加多朋友啦，都可以嚟支持嘅。咁啊，我就希望趁住 Starpark 嘅力量咧，系可以传达到神嘅爱俾大家啦。Congratulations, Starpark！